一般的な住宅が増えた今も、昔ながらの八百屋に暮らす人たちがいます。这是我大女儿和我儿子吗？啊，这是大，这是二女儿。二女儿。嗯。会いたいですか？小呀，咱只能不小了。銀貨さんの3人の子供は今、都会の学校へ出ています。因为咱他们都步入了大学期间。嗯嗯。现在的花销比较大。在这那个孩子在外面吃呀喝呀都需要钱嘛。我临时有点小收入，卖点零东西，那个再就是那个小朋友借什么的，都凑合着上嘛。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太苦了，我也不能让孩子再苦着。我不想让孩子过我这样的生活。近くの八百屋に住む劉さん一家、彼らもまた貧困農家です。年老いた夫婦と幼い孫の3人暮らしでした。眼睛有点在流眼泪，是为什么？儿子去世了。一家の大黒柱だった息子さんが交通事故で亡くなったのだと言います。去世到光州了，之前再来一分钱，没有赔偿。天祖光想你了，想这一天，这回脑子疼的，头也疼的没事了。出了事以后，这因为有贵家的。我才能坚持下来，才能看到有希望的活下来，是我们两位的希望。農村で生まれること、都市で生まれること、その違いがもたらす人生について、不公平はないのか、どう思うのかを聞いてみました。那边是公平，生到哪哪是做哪哪，那边是自己的努力，自己要努力，你们生到农村，你也能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当了那个领导呢。那是咱们没事，那是自己咱们自己的事，咱们没有念下书。希望这孙子看能念书，看能。当个贵家，也在贵家当个有用的人。